这个球出棒，结果打到在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接得漂亮，先抛二垒，再转传一垒 ，double play。哇，结果在这边呢，触击没有成功，小破打了一个游击方向的反弹球，被策动了一个6-4-3的双杀 double play， 变成两人出局，垒包空空啊。所以这个在短打失败之后呢，现在只能强攻哦，在两好球没有坏球，如果再点失败的话也一样出局哦，所以最后采取强攻。这个球打成的在右击方向，其实打成的是一个高反弹球，这个判断这个球点的判断也不太容易处理哦，但王胜伟接得非常非常好，射动了一个双拉手背。陈文在那边呢也是握拳呢替王胜伟来喝彩。